阿福邓福如首次来马宣传首张个人专辑《原来如此》，还特别举办了一场歌友会，让大马歌迷有机会听他现场唱歌。活动当天碰巧他身体不适，但为了不让歌迷失望，阿福还是包样献唱。初次来马，阿福成功吸引许多歌迷到场之时，也首次见识到大马歌迷的热情，阿福非常感动。以现场男歌迷占大部分来看，人美歌甜的阿福可以荣升为新一代少男杀手。阿福坦言很喜欢《原来如此》专辑里每一首歌曲，因为每一首歌都代表了他不同的面向，尤其是特爱主打歌《未填词》，主要是他本身主张享受自由。另外阿福也大赞大马的女生穿衣服很辣，问及他会否这样穿，阿福表示不敢。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就是来到马来西亚帮你们签名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很热情，是超级热情，而且女生都好辣哦。你有比不过的感觉吗？你下次比他们辣一点就好了。我可能没办法比他们辣。可以的，要有自信。好，我试试看一下。抱病上场的阿福全程只唱了三首歌曲，包括 Nothing on You、如果有如果以及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让人感觉意犹未尽，只能期待阿福下次来马喽。海索影娱乐最 Life。